自然人凭证报税用的吗？自然人凭证不只可以报税，也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登录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，查询劳保劳退资料，方便又省事哦。吼，你不早说，害我在外面跑得满身大汗。下次我也要用自然人凭证来查询我的30工退休金资料。使用自然人凭证查询劳保劳退资料，方便又快速。以上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阿豆的手机，你是东京海去啊？我爸爸都。哎，你要提几多？提几单条就好啊。去去去，谁哦？你工丁在等你久啊，还是拢是工具？嗨，你工丁还是太经典，爱分归来回收。是哦，安尼爱心收好，等做完回收车来回收，对不？对啊，安尼就对啊，请大家做好分类。广告，放广告，然后你管政府，好叫关心。只有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洪百惠，歌声上好听，陪你欢喜过生活。爱苗广播电台 FM 九点三。